呢日美男子胡宇威咧嚟到广州办新专辑签售会，先系高歌两曲，冧下啲歌迷。仲邀请 fans 上台互动，送礼物，大玩猜词游戏，影大合照，仲有 fans 现场为偶像深情献唱添啊！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胡宇威都听到面红晒啊！话说胡宇威参演嘅电影《对风说爱你》咧，即将喺内地上映，只不过被主演郭采洁同埋杨佑宁嘅分手一事抢晒风头，你会唔会担心影响电影嘅咧？感情下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而影响的话没有，我觉得是再来是，主要是希望这部电影是大卖。